他有个不好的习惯，往后放一的，然后要往前走一下，算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。 啥意思啊？不是你勾到我，你也打不过啊。你们什么配置啊？一级，我们什么配置啊？厄斐琉斯一级有个嘚儿用啊。我有口治疗，但我要点个野。 别抓了，你抓不到的，那我走呗。这样的，那我，其实走会更好，但他想杀厄斐琉斯，你知道吗？OK， 挡一下。 还不是我，除了树日把寄生虫，那可太舒服了。其他他们再杀他们，他们就对不用对线了。厄斐琉斯这英雄前面不能死太多次的。啊，不过感觉输了一句没什么作用的废话。哪个 AD 前面不能死太多次的，都一样的。 AD 前面多死几次就没用了。啊，我推线推的有点快了，其实极限距离的 WEA， 他就只能点到我一下，还是他经验还比较丰富，不然他一下他都点不到我，就被我白白消耗。不也是因为我 A 了他一下吧，我不 A 他一下他就消耗不到我。 可以不用 A 了。好，要刷来紫刀吗？刷了个紫蓝刀，这么喜欢 A 吗？ 稍微注意点就好了。我们视野都做了都。来喽！他是排眼的，怎么说勾我一下？给你勾啊！我这个角度给你勾的角度啊 ，Q 一下。嗯，这种就很好 Q 了，再 Q 一下，认了。
蜘蛛回了，我往这钻一下。回了，没必要四个镀层，四个镀层，你下波线你就不能继续，你就没有那么好压他。这波线如果你要吃这个镀层，你就不好回城了。就尽量保持同步的炸狙线，同步出来。假设吃了这个镀层，那这波线，那我就得继续推。那他更新完装备出来了的，但是我没有更新装备，然后这个时候打起来就有风险了。现在我补了装备出来的风险就没那么大，就很好打。将来的事，是好是坏没法预料。这两个要先去救人的。他应该想闪现吧，看到我在了就没可能没闪，还是说已经交闪了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 Q 空的。还有个 Q 的，蜘蛛来了吗？蜘蛛来了，我不一定好走。啊，你真来了！嗯，他来了，我就不好走了。没关系，中路吃个镀层呗。啊，我还不是赏金三百块钱，那三百块给你了。我还以为自己450块呢，还好刚刷出来刷的慢一点。哎，这个平 AA 错的。回了吗？上路这波44跟我没关系啊。但我能打了这个厄斐琉斯，把他打的生活不能自理。哦，他想跟我拉扯。先手大一下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距离够就好了。距离够的话，能打个 AQ 的。距离不够，啊？哇，你这敢 A 我一下，啊？快了，哎，我失误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的，这个铁我的问题吧，我的。Q 甩给蜘蛛就好了，蜘蛛它是人形态，我直接 Q 甩给蜘蛛好了。为什么会打出这种让我自己很匪夷所思的操作呢？
没明白啊，这波操作，有点没想明白，我现在还是有点没想明白，感觉很怪。他坦漏了，这什么啊，这 ADC 啊，哦那没事，这就是 ADC 啊，那没事，这个塔能推吗？厄斐琉斯应该马上要出来了，不过这次迎接他的是一个没有二塔的。啊，怎么说 ？OK， 相信你的伤害，我跟了，我直接上去补输出。OK， 点了，但这把应该不是 MVP， 这把死的有点奇怪了，确实死的。